这不笨蛋是吧？他坐，坐。那个，自我介绍一下吧。啊，大家好，我是。我什么班的？哦，我品牌班的，然后我叫林崇杰。啊，然后今天教师节嘛，然后祝天府全部老师。新年吧。教师节快乐，有点紧张。大家鼓个掌吧，不要紧张。好，可以了。那个，然后今天就唱一段那个七节了吧？走，七节文的七里香吗？周杰伦的《七里香》。大家可以把手机的闪光灯开起来。窗外的麻雀在电线杆上挂着，你说这一句很有夏天的感觉。在纸上来来回回，我用几行字形容你是我的谁。秋刀鱼的滋味，冒给你都想了解，初恋的香味就这样陪我们去回那。你说你舍不得吃掉这一种感觉，雨下整夜，我的爱溢出就像雨水，源自落叶。是非也无法将我的热情冷却，你出现在我视野每一页。哎，大家一起来，一起唱吧，好，一起唱，一起来，哈哈哈哈哈，一起的头发吧，到哪了？别唱吧，来。的结尾，是我的谁？秋刀鱼的滋味，冒跟你都想了解，初恋的香味就这样被我们寻回。那温暖的阳光，像满载的新鲜草莓。你说你舍不得吃掉这一种感觉，雨下整夜，我的爱溢出就像雨水，源自落叶，跟我的。我数。3、2、1，然后我喊几拍前，你们要以最快的速度出车。好，周霞，速度快点，周霞，最快的速度抱团，速度快点嘛。3、2、1，4块钱。33到50，34到50，
我手上拿不住了。三十四到五十，39。39到50。43。43到50。什么都。48。走。我他妈60吧。51。区间的话就是0到100。51是吧？对。51，那就是0到51。第二个。48。48。0到48。零不行，零不行。48。你怎么看我？48呢？你看哪里？吃惊的。0到47。是啊。都这么谨慎吗？0到46。1到46。30。30到46。这样应该都知道了。40。30到40。33。30到33。31到33，那只剩下一个32。那你恭喜你，你中奖了。来，有请大力说弟弟。你准备好了吗？5到8，没了。5到8，5到8，还有吗？2选1，志鹏啊，于老师讲的好，66大顺，6。非常不好意思，你没了。那你们现在是？乱了干什么？没了。你傻。
这段视频了解到这个学校具体是做什么的。